morning 呢度，有所讲真系你知唔知？大家问到，即系即系有人十个钟嚟看《数字行端》第13章第二节，因四奉主禁止嘅时阵，圣灵讲要为着我分派巴拿巴甲扫罗去做我调因所做一工。上帝如果若要做甚物代志，伊家己会先呼召人，才差派人去做工。上帝无用遐个自高啊，自高奋勇。也无用到遐个家己最无事的人，一切凭着迄起所发的热心，拢是无路用。最上帝的工人，第一件代志就是明白上帝的呼召，无呼召就无有工人，也无有工作。呼召是上帝一切工作的起头，因为呼召表明了上帝是迄个起头，毋是人的起头。呼召是将上帝放伫第一位。圣灵所差派的，并不是遐无愿意和上帝来使用的人，或者是对主的工作无有信心的人，也不是遐安居伫本地的人，更加不是遐目睭悬手低的人。当你来教会服侍时阵，千万唔通了做讲，你是去做一件上帝交予你的代志，这是主予你的负担。兄弟姊妹，如果主若将这个负担放伫你心内面的时阵，你知要安怎去分享，并且知影要安怎去敲锤动工。上帝会通过着你，伫周围中间的中间，兴起着一群甲你有相像看见的兄弟姊妹，互恁做伙来做这项事工，并且来改变。圣灵分派巴拿巴甲扫罗两人出去。虽讲是两个人出去，但是因无孤单，因为因是带着教会的祝福出去。所以服侍过程的内面，背后有一群的兄弟姊妹，要着基督将因托做伫面前，毋是伫后壁面咧看因咧做戏。所以亲爱兄弟姊妹，就乎咱会当先来到主的面前，用一个敬虔的灵，并且愿意的心来听主的呼召。如果上帝将时间放在你的心里面，就让咱做伙敲锤动工，做伙杀个同心来做，你愿意吗？咱来祈祷，天父，我感谢你，让我有一个属灵的大家庭，并且在这个家庭的中间，借着对你遐所领受的意向、使命，我会当彼此分担。我不但我家己伫中间得到了对你遐的疼。我也愿意做一个福音传承使命的人，让我的后一代和福音继续来影响，并且服侍这个世代。感谢你，奉耶稣基督圣名祈祷，阿门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愿上帝赐福你，加你的一家。